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好耐冇拍片啦，咁啊，今日翻到嚟啦，咁啊，今日系玩 Princess Connect Redux 系啦，咁啊，其实我都未拍过片啦，系咪呢个？未拍过片，咁啊，玩咗都一段时间啦，咁啊，唔系特别强，163嘅系，咁啊，系啦，我哋咧今日咧就系会嚟抽呢个嘅，今日第一条片就系抽呢个嘅新黑咁啊。海流新年版同埋可可樂新年版係啦，咁啊兩隻都係 top tier 啦，好似係兩隻都係 top tier 啦，咁就希望抽得到啦。咁啊座底就會抽200 point 嘅啦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抽得齊兩隻先，最重要係咁，因為獎勵會 set 咗新黑啦，咁啊係啦。新年海流好像比較重要少少啦，對我嚟講就我冇任何魔法輸出，係啦，咁所以我就需要一隻強力嘅魔法輸出，係啦。咁啊，可可樂係坦嚟嘅，冇記錯，係啦，可可樂係坦嚟嘅，係嘛？係可可樂係坦啦，再加呢個防禦型 support 啦，係咁就對嚟講冇咁緊急，係啦。比較緊急就係海流啦，咁啊，睇下今日可唔可以抽得最起碼就係200 point 上面，希望可以抽得齊兩隻啦。咁啊，之後睇下升唔升到佢哋上唔升啊。咁我有大量嘅嗰個叫咩？死啊！我唔記得咗個名字，嘅有大量嘅。女神的秘石，咁就應該可以定到嘅。咁最重要就係抽到呢兩隻嘢啦。係啦，咁就好噃。希望200抽手工，老實講，200抽嘅手工。同埋好耐冇抽到呢個嘅 Princess Connect Redux。根據過往經驗，通常都係。爆死！啲 ray 不嬲都差噶啦，公主連結。OK， 27乜都冇 ，very good。三等。四等開始有碎片。有係乜都冇 ，nice。都唔係特別失望，其實老實講預咗咁，預咗個 rate 咁差。不過之前有排有啲佢有時送一啲免費抽啊，跟住。中了不少正嘢免費抽，例如話我中了一隻伊瑞特別版伊瑞，我唔記得咗咩版，跟住夏日仙歌免費抽到曬五星，完全免費，黐線！因為而家好似又麻麻地啦，獎勵呢啲獎勵我哋反而攞得唔錯，不過。就抽唔中，要還啊啲抽角嘅運氣。三星，不過冇 loading 新舊三星。呢度係空花，大江湖空花定春蓮空花冇記錯。Either way 我已經有啦。係呢只 game 有個唔好處就係你抽中重複嘅嘢，佢唔俾碎片你。佢就係俾石你咯。另一隻 game 例如話Blue Archive， 佢送角色碎片俾你，所以你嗰、那個佢嗰邊有一個叫咩 fragment， 嗰個要求冇咁高。一大佬，一隻新嘅都冇。嗰邊 Blue Archive 對 fragment 嘅要求就冇咁高啦。反而呢一邊就辛苦啲，要儲女神。睇先，中一隻三星，
これからよろしゅうな。 OK、 都很差嘅，阿姑真的好似系 support 型啊嘛，冇记错嘅话系。我而家用嘅珍宝系魔法世界嗰只珍宝，然之后配毛衣尾摆头，跟住系因为佢有个技能系帮最远嗰一只去到补 TP， 所以啱啱好。呢只珍宝就系睇 game review 真系好劲，冇咩点研究不过，救命一百抽。好彩我有石，我有几多石，我记得我有几多石。你一弹40个碎片 ，nice。我有200,000石。诶，中了。睇下先，今次中嘅，我第一只就系三分。哦，中啦！開運的彼岸で幸せな一年を過ごしましょう。新年快乐！最需要就系呢一只。Nice。应该到我哋抽到新年可可乐嘅时候，应该就有应该最少升到去四星噶啦，最少一张海流升到四星。希望不用補底可可樂，我想要多一些海流碎片。不過最近看到有大佬記得收了150抽，大鑊啊大鑊啊。有了，兩隻 potentially 兩隻新嘅，nice， 好可樂。 OK， 唔使補底 ，perfect。咁即係我有100碎片啊，海流碎片，因為都抽到嘅。哦 ，Gilia。我都抽到嚟咁100抽，成片抽到200抽，保底埋水片。Good nice， 抽中咗两只，同埋要 check 一 check 先。Yes， 我要 check 一 check 我有几多海流水片。睇下先啊，海流。Nice， 四星啊呢啲，五星150碎片，即系仲争130碎，有可能补得晒。诶唔系喎，104个碎片，哦有可能补得晒喎。抽埋啊，剩低60抽，60抽即系几多？9000石，俾得起。睇下可唔可以升到海流去五星啦。诶，三星不过唔系新嘅，睇下咩嚟先。OK， 不过冇碎片，可惜，唔似布尔卡，布尔卡俾碎片我，冇用，可惜啊，可惜可惜可惜。我最后170,100,200，系最后40抽。OK， 乜都冇，垃圾，救命！40抽 ，nice， nic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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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
我已經 lost track 咗，中間幾多個碎片，唔好意思。睇下先啊，咦，去咗邊 ？Hello， 中間52個。哦，一隻。私の治療は刺激的だから覚悟して。認我認我，我某認到某啲角色。心月，要 check check game with 睇下勁唔勁先。都 OK 嘅，因為我好少抽，我好少抽石，好少抽抽角，所以都唔係特別有留心。一嚟唔係好特別有留心邊啲角勁啊 ，I mean 最 top 嗰一堆會留心啦，例如話開咗六星嗰堆一定會有啦，跟住偶然一啲公主制嘅，例如話公主可可羅啦，公主零啦，呢啲會我會認到，但係其他嗰啲比較難認。OK， 拉屎十七乜都冇 ，nice。先看看海流升不升就升不升，差39歲，會用補石來補回，應該補可可羅，可可羅忘記我記錯了，從背後開始撈亂了，我以為我會出碎片添。我睇先啊。那是但啦，是但啦，五十個碎片，五十個碎片啊，曬曬。也都唔係嘥嘅，抽咗一堆可樂，海流，卡流，海流，海流嘅碎片 ，nice。今日入手咗啲乜嘢？睇先啦，以冇主星入手，有冇搞錯 ？Anyway， 今日抽中咗睇先啊，心月啦，心月嘅嘢係咩？物理攻擊回復血量。詛咒降低物理防御力，好似麻麻地，要 check game with， 而家唔 check 住，迟啲先再 check。咁另一只就系星海流，我要嘅魔法输出，非常之重要嘅魔法输出啦。咁仲有啲咩？我仲抽咗伊利亚啦，伊利亚系咩？我都是魔法輸出，不過呢個好像是食自己 HP 嘅嘛，冇記錯係咯，佢食自己 HP 嘅。check check game with 要，我唔係好睇，我唔係好清楚佢嗰個 level 喺邊度。踢咗開啦先，最後一隻係咩？珍寶提升全體魔法攻擊力，哦，魔法隊必用啊呢、這個應該係。冇記錯，魔法隊強支援攻擊，仲有回體，同埋珍寶可以開六星啊嘛，係珍寶可以六星。我之前都有拆開碎片，不過優先度拆俾 Yukari 同埋邊個？同埋 Nozomi 係啦 ，Yukari 同 Nozomi。OK， 最後一隻係乜嘢？可可樂。我哋可可樂喺邊 ？Hello， 可可樂，呢只係坦啊！
見到不少競技場都擺去做攤 ，OK。回血再加全體持續回血，物理防禦挑釁，再加我呢個攻擊支援添 ，nice。OK， 270中曬兩隻，中咗兩次可可樂，中曬兩隻之外，再加伊利亞，再加珍寶。再加心月，唔錯唔錯，好，好耐冇抽，應該啊，係咯，我記得我抽過幾多樣嘢，認真去抽過幾多樣嘢，公主連結，我對上一次真係認真去抽嘅應該係夏日神啦，冇記錯係夏日神，都好耐嘅一段時間，咁啊。咁耐以嚟冇拍到片啦，咁第一次翻到嚟就係公主連結抽角啊，係啦，咁就唔係好長嘅片啦，20分鐘咁長，係啦，咁就我都唔知公主連結有啲咩好拍嘅，老實講，咁啊睇下點啊，因為佢啲惡戰鬥我都係惡土，係咯，所以冇咩特別啦，咁但係抽角都叫做好玩啲啦，咁啊。通常就有啲片爆死會好睇啲嘅，不過爆唔死，係啊，應該都係少講嘢嗰啲，係啦，係咁先啦。咁啊，睇下遲啲會有啲乜嘢咩搞作啊。咁啊，同埋我呢條片亦都 mention 過，我有玩 Blue Archive 啦。咁 Blue Archive 可能會多嘢搞啲，因為 actual combat 啦，唔係淨係可以喺下面 spam click 角色啦。咁應該會多嘢玩啲，係啦，咁啊，係啦，到時見，拜拜。